教大家一些道门的护卫。道门的第一个，让我们的整个人的精气神能提起来，然后把我们的阴邪之气给驱赶掉的核心第一个点叫叩齿。叩齿，什么叫叩齿呢？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叩齿。然后叩齿的是养生方法哈，叩齿是帮我们排除杂念、放松思想、口唇我们得清闭。然后呢，左边的大牙齿呢，就是我们里面的牙齿呢，叩9次，左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右边呢又叩9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左边再叩9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右边再叩9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一共这样叩齿叩36通，然后。口腔里面充满了唾液，我们叫做津液练形，让我们慢慢把它咽下去。这个就是强肾固齿的叩齿治法了。九真高尚宝书神明经里面讲的叩齿之法，左相叩名曰打天钟，右相叩名曰捶天磬，叩齿36遍为佳。我们各位同学，给大家1分钟时间去。练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唾液吞进去，慢慢的把它吞进去，你整个人的感受是觉得非常有真气流通周身百节的，能去你的心火哈，好吧？各位同学先试一下，试完之后呢，把你们的感受告诉我，左边39次，右边9次，左边再9次，右边再9次，一共36通。